我看到大哥哥，我就觉得 FBI 的那个铃铛又响起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这个希望是用罗马念的，所以呢，哦，好凶哦，罗马好凶哦，你们到底都在教罗马念什么东西？大哥哥，这么大了还是单身吗？这是属于哥哥的日子呢，那么要一起吃 Pocky 吗？谢谢。好呛哦，罗马好呛哦。大哥哥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另外一半？大哥哥，谁说他没有另外一半的？只是他害羞而已，对吗？有没有距离幸福美满只有一步之遥？啊啊！可以了啦，可以啦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完之后就给我笑啊！可以了，罗马强盗原因捡到枪，好有道理哦。